现在立法院的国会议场呢，要从内到外啊，国蓝绿两党现在都有要去对外去先宣讲。刚才看到了，在国民党的部分呢，是6月15号啊，剑指的就是总统的故乡台南啊。那民进党呢，是早一天6月14号啊，刚刚也讲了，是针对傅昆萁啊，要来花莲去演讲。好，那来看到是国民党的部分啊，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王宏威怎么讲？这是蓝鸟跟青鸟的对决，因为很简单，不能让台湾只有一种被扭曲造谣的声音，所以到时候的每一场的宣讲呢，就是会有一位这个区立委跟不分区立委呢，然后到现场去跟民众直接近距离的接触。那绿营的讲法是什么呢？他们希望能够集结各地的隐形席次，然后迫使蓝白立委向民意低头，起义来归。但是很奇怪，我们在昨天的这个时候也看了一个是 ET Today 所做的调查，就是对于国会改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基本上五个条款当中呢，大家支持的比例都是高于不赞成的。所以人家讲，所以你民进党到底是在现在在干嘛？是做一种吸反射吗？是因为人家不从你，所以你就要反抗到底？好，来看到是中时新闻网怎么写。很让人不解的是啊，多份民调显示啊，多数民众就是挺国会改革，执政党哪来自信不断的出招在施压在野呢？其实改革成败不重要，他们认为民进党只是在为将来的罢免跟选举在练兵而已。哦，是这样子的吗？好，那有人就讲了，是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子啊？好，其实重点并不在于现在所谓的国会改革法，而是在于之后这重要的选举当中开始要来练一些蚂蚁雄兵来帮助他们，现在起就是练兵的时刻。现在绿营下乡去演讲，表面上是为了国会改革的复议案，骨子里其实是为了罢免蓝军区绿委的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当家不闹事，结果民进党当家还一直闹事，因为想要遮盖他施政不利，他国会少数的九件，这样的一个行为人民是不能够认同的，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的。毕竟我们刚选完，我们都希望社会能够比较平稳，但是现在执政党开始有闹事，制造社会动乱。有关于现在的这个复议案，民进党预计要遍地开花。其实我们想，到底是不是又想要复制在2021年的四大公投的时候的一个状况？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现在的执政党无时无刻都还是想着是选举，满脑子想着是选举，没有治国，没有执政的话，那对台湾绝对不是好事。民进党是基层起家，回归根本，和民众近距离宣讲，化解民众的疑虑，也可以培养更多的蚂蚁雄兵，协助执政党宣传辟谣，这是执政党的责任，也是民进党对国家的义务。因此，要赶在复议前全台走透透，加强与基层互动，施压蓝白撤回违法违宪扩权的法案。而现在民进党呢，是不是只要利用时间有机会的话就来开始要来宣传他们的理念？比方说来到的是高中毕业纪念高中的毕业典礼，不是党政军就是不能够进入校园吗？校园是最后一个干净的地方哦。但是如果政治人物演讲的话，你也好像不能够去阻止他，因为根本不晓得他讲什么昨天也为你报道过了就是立委呢林怡景到台南的一所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去宣讲，结果呢，突然他的题目是要同学们好好的来反思一下。但他反思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举了目前在立法院外的青鸟行动他说呢，对抗立院、反黑箱、反扩权在立院声援的朋友就是个正确的方向。不过令人尴尬的是在场的高中生们呢，其实第一个无感第二个觉得这是我们的毕业典礼，你讲这干嘛？所以现场有一点尴尬。好，但最尴尬的呢，就是林怡景的整个的行为，政治进入校园已经不是你民进党第一次喽你看王宏威还特别列表，110年有到了中央大学，还有台北大学，110年还有的桃竹苗高中职也来了然后再等个3年，到了113年，就是这一次的来到的是台南高中生你们是双标吗？都忘记了吗？党政军就是不能够进啊。好，那现在呢，哪个委员
国会到现在为止嘛，你对于国会改革目前的方式是怎么样啊？看好度是如何？以及哪些的委员表现是你觉得满意的？啊，昨天的 ET Today 新闻调查，我们也为您报道了，再帮你整理一下。目前有 57.3% 的网友是挺国会改革。那么，这在网络温度计的部分呢，徐小新个人的好感度是拿下了第二名。那他在深夜的时候开直播，要谢谢大家哦，谢谢你们的每一个人哦，不是我没有彷徨过，但是呢，自己人团结。互相了解，支持战胜绿营、哦、就可以让他们退了，这也让徐小新深夜落泪。好，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国会改革法呢，进入到现在，似乎现在有一点点是好，没关系，我现在是民进党输你们一些在野党嘛，那我们就提出一些立委的罢免好了，把这些人通通罢免掉。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下一步会演变成这样？那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大乱斗？又或者是以后只要是不顺眼的话，我就罢，那国家不就停住了吗？所以这个罢立委，你觉得有可能行吗？好，赵少康怎么讲？为了政治安定性呢，不应该动辄就要发动罢免，尤其是输不起的报复罢免，应该要立即修正罢免法，当选数。高的啊，但是那个罢免数少的很奇怪啊，当选票数高，但是呢罢免票数少，就会引发出这种很容易动不动就要被罢免的奇怪现象。他认为应该要改。那么前立委呢，郭正亮怎么看？吴思瑶或是这个吴佩益呢，很可能会被锁定了。不过最倒霉的可能就是叶元之了，因为下次立委选举，民进党可能要派出的是戴维山啊出来选。好，那我们就锁定这个议题啦。假设真的要来罢免的话啊，那么到底谁会比较紧张呢？好，刚刚讲了叶元之这一席啊，因为有可能派出戴维山，但这么多人为什么分别是戴维山？他的解释是因为他是吴思瑶跟赖清德的嫡系，所以到时候如果事情真的发生的话，而且发生在叶元之这一区的话呢，民进党会请全力来帮助戴维之。那我认为绿营一定会罢免，因为他在算，因为他认为国民党只赢他两席嘛，加上无党籍赢四席，所以他要想办法。对，他要罢免你的立委啊，那他认为改选之后他有赢的机会。这里面最可能的就是板桥叶元之那一席。哦，为什么呢？因为要参与补选的叫戴伟山，戴伟山是吴思瑶的嫡系，以前是吴思瑶的办公室主任，那现在是板桥市议员，那他也是赖清德的嫡系啊，所以新潮流一定会出全力来罢免叶元之啦，所以叶元之真的要小心啊。那当然还有别的地方啦，那你认为国民党是吃素的吗？对啊，国民党同样，所以我也来罢免你啊。你去想一想，一个国家啊，你赖清德才，你执政第一年，把大家搞进了，才六月九号，违宪与否的，对，哦，这个这边大乱斗，然后你复议还搞群众各地的说明会，对，那国民党也不让啊，对，国民党要办22场啊，那就是要把你台湾搞到这个乱七八糟就是了，就这个总统根本就完全失格了，都不知道他要干嘛，你知道吧？那几乎笃定就是大乱了。民进党不满国会改革，还被说在煽动罢免行动，其中立委叶元之疯狂被点名，现在有罢免团体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叫做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找叶元之这样的口号。对此叶元之也独家接受马德的专访，直接用7个字来反呛这些罢免团体。另外立委徐小新也说，看到他的好感度排到前3名，民进党的侧翼可能会气死。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找叶元之嘛。哦，那当然听到这一句话，你知道马德做新闻哦，还是得要平衡报道嘛。我们总是得要问到当事人嘛。哦，怎么样看待这一句、这两句口号呢？以及他到底觉不觉得自己会被罢免呢？所以马德就出动了追问的精神，我们独家访问到了叶元之，他也独家的来跟大山原团体开呛。我们一起来看叶元之怎么呛这些团体。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找叶元之。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找叶元之。但其实我蛮硬的，哪里？哪里？请问一下被王定宇抹黑的心情如何？你现在有要访问吗？我前面那个柿子要挑软的吃，我要剪出来。好，没问题。我要让他们吃到牙齿断裂。
王毅就是造谣我，完全没有事实要挑软，造谣要挑软，造谣要挑软。我被霸凌，我被霸凌。你会被霸凌吗？我被霸凌了，被胖子霸凌。我要剪出来再说。然后说都说了，对啊。我们先谴责叶元之怎么可以随便叫人家胖子呢？但是他七个字回呛了罢免团体，但其实我蛮硬的。哎呦，还说呢，你们这一些罢免团体咬到叶元之会让你们牙齿断裂。哇，叶元之真的好硬。请问一下，罢免团体听到是不是都已经吓到吃手手，都已经吓到屁屁抓了呢？看到我这次好感度竟然到0.45，我是吓一大跳。然后呢，我就想说，不晓得这一张图气死多少的塔绿班，应该气死不少人，因为他们整整霸凌我一个半月，结果我的好感度竟然排全部第二名。我看到好几个就是那种有在上媒体的，然后看到这一份就频频摇头说，哎，怎么会这样？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而且民进党全体霸凌我的时候，我所看到的状况是95%以上的，包含是可能他也不是国民党的，但是大家就是很愿意有什么地方就是直接跟民进党正面对决。我觉得这是代表说国民党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虽然划龙舟有人划前面，有人划后面，但是那是因为对于运动不习惯，好吗？就是平常没训练才会这样。可是我们在议案上是相当团结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好感度整体的排行榜还有声量的排行榜，可以看到是韩国瑜他已经坐稳了这个整个国民党里面哦，比主席，那他在整个党公职的位置上面，他的话语权上面，还有他的定位上面，他是超出了所谓的党派之上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过去可能对他有一些反感的人，现在都开始扭转对他的感受，都觉得或许过去曾经霸韩的时候，他们也是霸韩的一份子，可是现在的韩国瑜做院长做得不错，而且做得比过去尤锡坤，做得比过去苏家权，甚至不好意思让我多讲一句，甚至比过去的王金平做的都还要比他们满意。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